人气与口碑都居高不下的《非常律师吴庸武》，随着故事不断推进，每集都在刷新收视记录。除了剧中每个案件发人省思，也隐藏许多有趣的细节设定。就有观众发现，剧中人物像俊浩示好的几场戏里，画面中都有绿色元素出现。第八集里，他们为招德栋大树拜访公务人员，在等待的时间，穿着浅绿色外套的庸武只求告白。좋아하는게맞는것같습니다。第九集，庸武第二次告白，表示为俊浩做各种事是因为喜欢他。这时，俊浩身上穿的是浅绿色衬衫，庸武帮俊浩拉开椅子之前，背后墙上的宣传单也是绿色，还印着英文 Go Green。全民英语劝俊浩去告白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也是深绿色。俊浩决定顺从心意，勇敢地向庸武告白时，这时两人的衣服都是明亮温暖的淡绿色。좋아해요，너무좋아해서제속이꼭剧里各种暗示怎么有种甜蜜感觉，只能说太佩服编剧啦。